你要做啥呀，笑笑？那个正方形的香肠。还正方形的。我啥不刚才说爱心什么呗？我做不成啊。刚才晚上学的爱心鸡蛋、爱心香肠没做成。我做一个正方形。完了，整个正方形的。搅拌的差不多了，那这里是不是得搁油啊？对呀，搁的。咋的，俏俏下厨啊？别下厨，你看。妈，你可注意点啊。没事。你这也不是正方形，你这是啥形啊？没事儿。那意思鸡蛋搁这里头呗？对呀。能装下吗？能，就装一半就行。哎，等油热的，哎。OK。油都没热，都淌出来了。这啥型？不知道，咱不知道俏俏发明这啥玩意。他今天想做那个爱心，是不是？嗯、小姨，你教教我呗。小姨，小姨不会。小姨肯定会，小姨最厉害。我怕崩眼睛。你行不行？不行我来。来，你帮我拿出来。哎呀，来来来。我这整上来了。来来来。好亮。这是俏俏做的第一道菜。妈，你要做啥？婆婆丁煎鸡蛋。我还以为婆婆丁炖土豆呢。可能老炖土豆。婆婆丁煎鸡蛋。嗯。姜勺，咋这么听我话呢？你让我掂我就掂呗。我试一下子吗？别行了，你别试了，试我怕这碗没菜吃。妈妈，我能吃就好了。咋吃？不行，我给你吃一个试试。我前天老了，就塞我嘴里头吃的。给他给蘸辣酱。蘸辣酱。我记得刚才有个人说不上桌了的，谁了的？可能吗？可能吗？我吃点菜不吃饭，你看来一会儿。看，这是昨天翘的手，我爸上桌打做剩菜的，又吃了，听见吗？看到他说不吃饭的啊。不，我不吃饭，我吃点酱。那是酱，烙鸡蛋的吗？那不。这个是我妈做的婆婆精炒鸡蛋，我记得我妈做野菜都是炖土豆的，现在改炒鸡蛋了。改我爸性格了。哈、啊，你爸啥性格？是婆婆精炒的。啊，万物炒鸡蛋，姥姥是万物炖土豆。好吃。嗯。饭整多了，给我啊！饭少给我点，少给我点。不是你吃剩下给我，你真吃。他就吃不了了。不是我能吃进去。剩下给我。爸，你不教姑娘买去？更少买。我爸从小就打过我俩剩饭。你干啥、啊？怎么下这鸡蛋了呢？不高兴。是吧？不对，咱爸从小打过我剩饭。咱爸从小打扫你剩饭，你从小剩饭，咱爸打扫。对，我想说就是，我从小剩饭，咱爸打扫啊，因为你老剩了，我不剩啊。对，你能吃。套路了。